待。哎，我看到来倒影啊，这世纪也伫恁厝里的在做事。这三个美女就是我心内梦想，以后我的母子，不想讲要娶因做某，希望早一日会当成真。啊，看来看去就是死闷啊哈，这不过一个投影而已，看这有啥物路用啊？哎呀，师傅啊，你何必安尼是伫咧创敌人嘞呀？天色也已经见了咯，要不我准备进城安睡呀？想遐济有啥物路用？我去借用这两支喙齿，笑也加较有精神咯。喙齿哥，
看到我哈，这就是那位师傅所送的刀影啊！你看嘛，你看开始这个幻想咯，什么幻想？你看嘛呀，你那个明明是师傅，你竟然看到竟然会当，这不是幻想。阿妹，师傅讲，那是拍开刀影的美梦成真。所以我才去想到这三个美女出的面台前，我跳跳，你知影无？拍开的时候，我梦就对啊。我马上带一个三连刀。我搁伫遮，伊无福气啊！我无福气，阿妹啊！关呐，这三个已经出现在这面头前，因为我已经认定是我忠心的母子，我本来去找。你敢知？为了我的幸福，好，为了我的少爷，我为了你，跟你同齐出来外口找，找找着你。好，我先带起来你看。你先带起来我看。少爷，你先坐。真是的。对，你不对我当先生。好，行，跟来去。